特登排队，我看的名单遐尼长，我真足惊，卖等袂赴的。你是卖烦恼呐，惊袂赴，咱就要赶紧找到白雪，马上会当换官。我嘛想要找白雪的，啊，不过连大嫂伊拢找无人，咱是要去倒找啦？唔免找啦。钟伟泽，你来这创啥？阁想要来害人？你这钱是做了啥？真无欢迎你哦，就紧走。妈呢？大家两位看到我就叫我走。爸，妈，放心，咱真紧就变作一家了。阮家无遐衰嘞，甲你一家人，你即马马上出去。我就知影小天一定无甲恁讲，要紧，我讲嘛是同款。为了阿妈，我特别去做检验，比对结果，想袂到我的肝竟然甲阿妈符合。你讲啥？你讲你的肝甲阿妈符合？是啊，所以昨我来陪伊找小天，就是讲这件代志。你嘛知影，我有规定，五天清以内才会当还官。恁甲小婷嫁给我，我唔来当照顾小婷，我可以当将阿妈为鬼门关甲带转来，互恁世代当当，安尼毋是好诶？我有听到，你讲你会比对符合，你这个人哦，专门讲白菜，我哪有可能相信？你若不相信，会当家己看，买当找方思瑶替我中验，但不管验几届，结果拢是同款。这应该就是天公伯注定爱我跟小婷这世人永远做伙。阿对，昨昏我就叩问过小婷啊，但不过伊无多下决定，我是希望你会当重新再叩问伊。和小婷也当做出上健康的选择。谢红花、钟伟泽，比对结果符合。看了这份报告，应该是真的啊。你妈都免排队，等官官。你卖中意个，我甲保证，这一定是钟伟泽被毕小婷嫁给伊的手段。我派听话讲清楚，准讲钟伟泽符合官官的条件，我嘛绝对无可能和小婷嫁给伊。你这是讲什么话啊？我承认，我较早是为着要听煞思瑶甲小婷，所以才会想要跟小婷甲钟伟泽做伙。啊！不过自从迄个真心为非三者以后，我再何去无这個想法？后面哪有可能和咱查某囝嫁好个真心啊？但我即摆问题是，到底还有啥物人会当管管好吗？伊两个啊，预防针拢做好啊！哦，拄只哦，好到有够凄惨的啦！我看哦，等阮回去了，你爱赶紧甲囡仔洗洗哦。Jasmine， 阿妈即摆身体状况安怎？我暂时先用药啊控制阿妈的病情，要唔过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。上重要的还是要赶紧做肝脏移植才行的。要唔过我今日阿妈即摆有血啊，身体实在袂佳。
是我无注意失礼啊。小婷，啊，你是安怎哟？无是安怎杀囡仔，会杀到互因溜来？小婷，你是不是在想钟伟哲的代志？钟伟哲是干怎哟？钟伟哲家己走去做比对，结果比对出来结果跟阿妈相符合，伊就用这做条件，爱小婷嫁互伊，讲。这样才能符合原本给阿妈的资格。钟伟哲这个笨手，他怎会做这件事？你别猜疑啦，再来说啦，阿妈绝对不会因为你要救他，让你嫁给钟伟哲的。咱先别说我跟钟伟哲的恩怨，钟伟哲他现在是唯一一个能救阿妈的人，这是事实。之前白雪因走去，咱大家都怪伊自私。也毋过，可是咱即卖乃因为咱家己甲钟伟哲的恩怨，就放弃要救阿嬷的机会。那安尼，咱敢毋是甲白雪共款自私？小婷，所以你安算答应钟伟哲的条件？我嘛毋知影。也毋过阿嬷的状况愈来愈严重，我惊若继续拖落会出代志。毋免考虑啊。我不准你嫁给钟伟哲，阮大家拢就想要救阿妈，我绝对袂当，和你摕一生的幸福来做交换。就参像子琪讲的，阿妈若是知影，伊绝对嘛袂同意。妈，小婷，爸妈不准你嫁给钟伟哲这种笨手，这个代志你免搁再想啊。也毋过，即摆已经无其他办法啦。钟伟哲是唯一当救阿妈的人，敢毋是？这嘛是唯一的办法了，敢毋是？我咧想，无得靠，我会当甲钟伟哲假结婚，骗伊关关给阿妈，然后才去想办法甲伊离婚啊！不行诶，小婷，你爱着方思瑶，妈已经真痛苦。你若阁嫁予钟伟哲迄个笨手，妈归起来死死也好啊！无想到讲阁有其他的办法，阁有虾米人会当救阿妈？妈，你阁有想着其他的办法无？你敢直接要叫我钟伟哲？小婷，咱两个人捌办过婚礼，你哪会当安尼做？思瑶失礼了，我知你心内一定无好过，不过我嘛不想要安尼啊。我去找钟伟哲，我去跪，我去求伊，好不好？袂用的，我绝对袂用再让你为着我去受伊的委屈，受伊的糟蹋。我受着委屈，我去让伊糟蹋，总比你嫁让伊更加好。思瑶，好啊啦！你敢使较冷静诶，我相信一定有其他办法。爸妈，失礼啦！今日当麻烦您替我把囡仔送天惠平妈妈家，给我淡薄仔时间冷静一下。我想看卖，再搁甲恁讲好无？白雪小姐，今晚午夜的办法，对，把白雪请到凳子。一定，一定好消息，听懂。